穿裙子，你那不？哎呀，穿裙子我就有这个。不会啊，你看。没有裙子啊。然后我跟你说，我那件裙子穿不起来。哪件？到这里就卡住了。吊带裤。啊，你今天用白色衣领还是穿啊？白色衣领，没有，我就是想说穿裤子比较好。